现在很多男生单身的原因不是因为丑穷没有机会接触女生，而是因为不喜欢谈恋爱，觉得谈恋爱没意思。你去看看现在男生爱看的热门网络小说，基本上都跟爱情没关系，都是一个人穿越到修仙世界了，武力值各种强大，各种红嫂八荒六合，书里面连个女主角都没有，但凡多点恋爱情节都没人看了，恋爱只会影响我修仙和拔刀的速度。这部分男生就不会去追女生，不是不喜欢女人，而是没有足够的耐心和欲望去慢慢追。爱情如果有可以，但需要追来那不行，来者不拒，拒者不追，干点啥都被追女生有意思。这部分男生非常多，比男生比女生多出来的人口还多，所以说在恋爱市场上男多女少是不存在的。很多女生总以为男的比女的多，在那等男生谁就追她，结果也等成了大龄剩女，还想不通为啥。大龄剩男更不会追他们，相看两厌，一块单身到老，老死不相往来。